嗯，好。嗯，好，抓紧时间看一下这盘棋。前边这些都差不多吧，嗯，从这儿开始有些变化。黑棋打入，打入当然是右边是有棋的，本身拐一个也是蛮大的，也可以。因为我觉得你目标很薄，所以险些打了先发制人。然后这样就挺乱的，转换了。至于白棋怎么下好也搞不清，反正先打入吧。然后就搞成这样了。这黑顶一个，顶一个。顶可能是怕挖，暂时是不怕，可能以后怕挖吧。顶本身是挺损的，然后白棋抢这个角上根据地，白棋搬粘，黑棋也都跟着走了，黑棋硬的还是，不硬的话也，下边不知道能不能攻到白棋。实际上黑棋粘这个了，但是粘这也有点好处，就是如果立时先手呢，可能将来也能攻击白棋。你攻的什么呀，老师？你刚飞一个白棋，要是断在那儿，你怎么办呀？搬呢？黑棋两个子被吃了是吧？那黑棋确实需要补一个。然后白棋走这儿，白棋攻击上边攻击的有问题，至于走哪好也搞不清，这攻击白棋亏了，后来，后来那个结果亏了一些吧，后来那结果还不如长一个脱险呢，可能长一个比实战强，应该。但也差不了太多吧。实战这儿黑棋挖好棋啊。挖这挺厉害。本身白棋这儿确实是棋形不太好。可能还是应该简单长一个吧。在这时候，不知道没有别的可下的。这时候，白棋攻击的尺度和选点有点搞不清。老师，你现在形势一点也不坏，你就拆个二让我跑，然后你攻，你随便攻两阵之后把那个扳住，你就挺好啊。先把合同捞一把呗。因为暂时黑棋立暂时是后手。但实际上后来成了先手。暂时白棋是能活的。我这个就够了，那我这些怎么办呀？
确实，当时白棋，当时白棋在这里，一个是这个力当时没有算太清楚是不是先手，再就是，当时意识里是，就让黑棋活了也。反正当时有点模糊吧，白棋，一个是 A 位有点模糊，再就是对于黑棋上边攻击，不知道是把黑棋攻出来还是封锁，当时挺模糊的。当时感觉还行，就是感觉不管怎么样让黑棋活，然后白棋把这个走出来，当时感觉简单走处理的话，白棋还行。就是这儿欠缺点思考，白棋。白棋这里处理的有点儿，欠缺些思考也吧。是往上打，我准备立一下，然后再靠。老师，你是站那个，如果往上打，我准备立下去之后再靠一个。后面呀，假设这样简单转换的话，黑棋这边白棋角了，黑白棋右边变黑棋右边了，这样，当时感觉是白棋还行，感觉白棋实地上毕竟角比边实地大一些，再就是白棋。这就白棋右边本来也就欠一手棋嘛，反正搞不太清，当时感觉还行，反正走，但后来这攻击上，或许走往这边走更好一些吧。如果黑棋立是后手，那白棋就没啥怕的了。那这样黑棋确实难办一些吧。实战白棋想走后一点，想简明一些走，就这样了。后来黑棋靠又是挖之类的，让白棋棋形有点我说你上打，我刚说的是，往上打。你往上打，往上我打。准备立，再靠，这太俗了吧，直接靠一个吧。我准备的是直接靠，再长出啊。样子你不是很好转吧？我里面有个活棋。比较乱，那活那就黑棋要把这边换掉吗？棋的话，我立成了先手啊！你夹，这样不行。那我可以先提，老师，那我可以先提啊。哪里贴？就提一个呀！我把那里全部保留着，不行吗？然后走这个，关键黑棋，你走完这个，那黑四就没用了。我就跟你右边刷吧，我把那个给立下去算了。反正黑棋这个也得需要好的计算吧，因为我之前把那些还给交换了，那我左边将来还有跳出来。最后黑棋还是得走这个。我上面活了，你右边不好跑，并且我可以交换那个断打了之后打一下，是不是？那我还有个跳出呢，那我左边还有个跳出嘞，
就会交换再自就身是吧。黑棋用搞这么复杂吗？我感觉就这么打一下不挺好吗？挺好，刚才那招不是，就是总觉得有点俗，我当时我也是犹豫的，到底是不是一定要考，但是我准备的要学试。损失实在是白鸡亏了吧？还好黑棋得端这个，得送死一个。但总体来说，好像黑棋活的还是挺大、挺厚的吧。我要什么棋了？这样黑棋在相对被动情况下走成这样已经不错了吧？让白鸡逃跑这个，这扳反正实地也是蛮大吧。太大了，在你底下接应的都有新手位了，是不是？有点新手位。尖挺大的吧，就是因为这尖还跟眼有关系，接完之后，粘是先手啊，这样右边有先手眼可能，那就活了，这确实大吧，那肯定得，肯定得。然后白走这边，捉黑棋破坏白棋棋形，白棋补棋。这个倒是够稳健的，我左边不补吗？可能担心白棋中间围控吧。我一个将还有打入哎。然后拖，黑棋普通可能是扳长，这是普通下法吧。实然搬这个，这个就乱了。如果接他有力，可以打这个。这也能打吗？这个搞不太清。接住啊！那我已经局部杀气都不够，都不够了。这个白棋被吃了，那也就是黑棋如果接他有力，可以打这个。劫财，右上角有劫财。白棋有劫财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。能考虑吧，比较乱。实战走到这儿。走到这儿的时候，感觉黑棋有点勉强。黑棋跳，白棋走这个，白棋这里或许下来还是有些问题。先走这个可能也行吧。暂时不怕黑棋跑，拐一个可能厚实一些。先攻击黑棋下面，反正要实战也能走。这时候，可能如果不想混乱的话，可以走这个，这样就转换了。白棋这一带能得到一点空，黑棋把角抢去了，好像还是白棋转换得一些吧。没得多少啊，交了我下面一个大飞。黑棋得的空是能数出来的，白棋中间还是有潜力的。
这个转换的话，感觉是白棋好一些吧。实际上差不多吧，但黑棋没发展呢，白棋这个有发展。实战搬一个，当然这个一个人没算清，一个是想多占点便宜吧。后来黑棋点挺厉害的，这时候这棋也挺厉害。白棋局部棋上有缺陷，后来黑棋先手压过去了，这个蛮厉害的，白棋后手活，而且还没敢搬，搬的话不知道将来能不能活。哭一个。亏了，如果你要是不敢提掉，那么这个搬就没丝毫意义了。你要是敢提掉，那么我搬一个，你将来就死棋了。不提能活吗？你不提啊，你只能搬一个，那我将来也可能有个搬子坐骑。主要是不活呀，如果能活这个，不活，如果能活这个白衣是有意义的呀。如果没有白衣，黑棋是活的呀。有白衣，黑棋就得补棋了。但你确实不活。再就是。白棋不知道是不是补别的地方会稍好一些。这样外边稍厚一点，这个地方就是黑棋意味这个先手就没有了。可能往这边补更好一些，应该补这边。如果粘能活就更好了，粘能活就是让黑棋 A 位先手没有了，但粘的话好像半个你活什么呀？活不了，所以可能还是加这个好，立这个黑棋已经活了，这样黑棋全厚了。不是啊，老师，你知道你这个例子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要是二路上有一个棋子，你这个棋是死棋，我左边那个丁是个先手。这个，跳了你死棋。按回去就是了。确实啊，难怪黑棋后来就是打入那个是，难怪黑棋后来打入之后不走了，是吧？是我还没有完全看见，要是看见我不是直接就渡回去了？当然，这我也没看懂。要是白棋吃黑棋呢？吃啊，我吃，那我就直接跟你作战算了呗。感觉打入挺没劲的，就算能连回来，也得不到啥呀。怕了，就是我舍不得左边的那个丁，那左边那个丁我其实也挺舍不得，我不准备下。下边这几个子还是蛮大的，先。我不是还是没看见，但是我左边那个丁我基本没有准备下。这时候白棋打粘的。有那丁的先手呢，白棋当然应该吃了啊。如果那丁的先手呢，白棋肯定是应该这样走的。再就是粘，如果双方都没看到丁的话，白棋白棋顶一个不知道怎么样，但是读秒了，没敢走，没算清。
如果顶这能成立，肯定比实战好得多。这样差一手棋了，对，差一手棋呢。可我听完了之后，左边那个丁是先手，如果这个顶当时也没算清，如果黑棋硬来，应该是白棋不怕。我不是底下有个勾先手吗？哇，我带马，我带棋，我吃个先切也没关系啊。我高那也是先手啊。跳啊。是，那有这勾，那怎么下都行。有勾你，有勾那下哪儿都成立了，是吧？有勾我就直接脱也就是。也就是你小尖先手，那下啥？你咋下都过去了是吧？那肯定。也就是都没看到这个，所以就才。要有这个，那就没啥好下的，白棋也没必要去断了，黑棋也没必要走这些棋之类的。最后结果来说，黑棋还行吧。这个点是蛮厉害的，白棋怎么硬好不知道，实战怎么硬应该是不行的。顶一个冲断，这挡不住了，只能退。这黑棋不行啊，哎，不一定。我可以吃到右边吗？但这样转化黑棋也不见得值吧？花一手棋亏了。但是你要顶的，这首先这两个棋是不是我已经有点便宜了？就是两步棋来交换，我再跳一下，这已经有一定便宜了。所以白棋应该只能这样走，大概。这样的我已经便宜了呀。便宜也比实战，便宜是便宜了。实战黑这儿，当然实战黑应该吃这儿啊。这个差多了，但即便这样，黑棋这形势目前来说已经优势挺大了。我刚没点清楚，我还以为其实差不多呢。但从这儿开始，黑棋不知道在搞什么了，就是。我也不知道在搞什么了。这时候黑棋，哎，随便走啥应该都赢了，是啊，我们都不知道在下什么东西。随便走就赢了，这时候，这个力当然很大了。其实白棋可以考虑办这个，这大概逆收。你说八目棋左右吧，这也挺大的。后来黑棋走这个，莫名其妙全被吃了，这几乎亏一手棋吧，等于黑棋停一手，让白棋围一个，基本上，差不多是这样吧。几乎就停一手棋吧，这时候停一手棋大概得亏十目吧。这一下亏了十目棋，这一下目数就接近了吧，差不多了，估计这一下。刚才领先十目是挺多，但这一手棋就亏出去了。之后断挺厉害的，反正黑棋有那些先手，走啥都成立。后来挖。亏了吗？不知道，好像稍亏一点吧，好像看没搞太清。这个靠这个被吃掉，至少不会便宜吧？
好像有点亏，感觉上。这时候双方已经细棋了，应该。粘这个也挺大的，现在左边那个有先手。这时候没顶住，顶住怕上边有毛病，可能是。那上面那两个不是死了吗？黑这时候飞这个也，差不多，飞不飞都行，飞一个好像也能考虑。这样进入最后小关子了。这都可以牵手。然后一立这个，立这个正常的大官子。白棋开始想的是双一个来着，但后来看双一个挖这个挖吃不掉，开始也没想吃黑棋，后来发现黑棋有机会吃这个子，但是没算清，读秒了。咱先刺一个，再刺的时候也没看清能不能吃。后来黑棋冲的时候，白棋隐隐约约看到那个地方有气井接部位之类的。开始好像看到有接部位，后来又想想好像又看不清了。开始是准备退的，后来又看不清就没退，挡住了。因为棋挺细的嘛，这是差两步棋呢，所以挡住了。从后来看是应该退的，退之后大概是这样吧。大概是这样，这样也是细棋好像，胜负基本就在一两目这样吧。胜负看这个，如果白棋这个 AB 能收到的话，当时我白好像白棋稍好。如果这 AB 被黑棋走到一个，白棋就困难好像。但现在黑棋后黑，边搬的最大了吧？也就是黑棋，哎，我看错了，黑棋不能搬这个。我以为黑棋能翻过去呢。肯定是右边搬大了，现在。后来摆一下，好像差不多，啊，盘面五六目这样。走到那儿，黑棋可能会下面跳一个吧。右边，你说这个板呢？做个都这好个大。不是先手啊，后手。当然有价值了，就是以后里边黑棋只需要补一个吧，这白黑八补一个就好像就不用补了。还有冲吗？不对，还得再补一个是吧？那这挺大的，也就是黑棋有可能是。黑棋有可能会占一个，我怎么会把这个给你啊？我肯定是现在该我下，你退一个之后该我下，我肯定要把这个搬张了。但即便搬张哈，你如果黑棋搬张，里边还得补棋。看这个，将来这个白五如果收到黑棋，好像还得补一手。后来这儿直接出问题了。你是没看见那个？
己还是之前看见了。后来当然，看到几了，模模糊糊，但是这时候本来气息被吃俩也就崩溃了，基本上。就是从吃黑棋俩变成被黑棋吃俩，那这时候差七八目棋肯定没法下了。这盘棋开始这转换好像黑棋不算太好，因为白棋先动手攻击黑棋，黑棋一直没得空攻击白棋。但是攻击过程中，白棋上边攻的不太好，可能按你说的，先捞点实地好一些吧。这样，但也就差不多。大局上来看，局不亏了，大局差不多吧。后来下边这一个左下角这儿，白棋这个从搬开始可能下的有些问题，亏了。可能还是放黑棋在角上活好一些，后来我攻击了诺那基，样比较简明。后来黑棋长出来还把白棋吃掉挺多，这时候白棋形势就不好了，几乎输了。但黑棋莫名其妙，中间这个扔进来，还有右边这个靠好像都亏了，这样险些被逆转了。其他地方呢？王老师啊，哎，在呢，啊。